魔镜号，魔镜号，今天素人访谈，素人访谈，好啊，你要问什么？啊，无读册啊，无读册，样阵选择就是啥，做陶醉的，做水电的，啊，咱就惊死惊电嘛，唔敢做嘛，陶醉的咱阿无头毛无发哩啊，啊，咱只有做车嘛。哦，是车哦，不是直男，直的无够侪。我想说，今天不是魔镜号吗？啊，你不是讲反弹，我先会坐车啊。啊，就是安尼啊，从小的不喜欢读书，就开始坐车，你看一坐就哇，坐几三十米啊。那是变变狗，啊，变变狗，是吗？看谁坐车啊，坐到像你这样。啊嘞，就刚刚拍过，锵锵锵，刚上电视啊！没有啦，好运啦，哈、啊！小事，给咱这个机会，不然嘛是无啦，不然嘛是这样撸撸撸撸啊嘞，撸几世人。没有啦，今天这都不是重点啦，这不是重点啊！你不是应该不是问这个吗？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我跟你讲，客人啊，有一台车，好、哦、之前卖掉了啊，原车主挑哈森，原本的灯具给人家改那个鱼尾在里面，改 HID 啊，现在验车到了。等一下，他不是整个灯组换，是只有换那一个？不是换灯泡哦，他给人家塞鱼尾在里面，有个灯泡嘛，他把灯泡拿走了，他把埋了一颗鱼尾进去。啊，那也开小吗？换一个灯组不是比较好？可是他当时是这样做啊，可是潜在有一个风险，如果把它拆开了，如果他原本有破坏灯具灯组。我们就要把灯组换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等下复原就好了。实在是听不立功，想不直接来去看啊，对不对？对啦，讲的跟做的可能不一样，我们看了就知道了。走，公车到了就要下车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转世，刚刚说的就是这一台啦 ，Fit 有没有？你看，大家改鱼眼，好，等一下会把这个鱼眼拆掉，把它复原到原本的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线。好，你看。现在疫情严重，你看我要帮他戴口罩。已经是客人的车牌了，不要给他看到了。对，所以我把它稍微遮一下。好，我准备要拆掉，你看，我带你看一下好了。来，他又装了这些，主要还是要把他建筑都拆掉了。你看，一大堆，好多、哦。还有那个 HID 那一些都安电器都要拿掉。可是这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要拆啦，慢板要卸。对，磨碳的，这个拍拍碳。不要紧，不然够拍，够拍碳。所以你要把这个灯壳把它分开啊，我要分解啊。啊这。你玩这个跳过呀？其他原本已经拆过一次了，真的。对啊，这一看就看得出来。啊，你根本老注意，其实不会啦，只是说它焦油再打就不会了。因为你原本是那种极光罩，它现在变成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叫它极光罩，你跟它挖工嘿。对。啊，有些是没有，原本的打出来是可以，可是你装了 HID 或 LED， 它会闪很光，会刺到别人，连站在旁边的人都被刺到了。我知道。哇，你知啦。Yeah, 有人毛豆嘿，有一个人暗色迄台毛豆，我要提驾驶啊。他应该就是扣子而已啊，整排都是扣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两侧拆起来，让它下来就好了。有偌济就较偌济，啊，这还全拢无啊？太高呢，好复杂哦。这个老司机会了。没啊，刷冲啊，这个应该就这个就跟女生的衣服一样啊，有些用绳子绑的，有些前扣，有些后扣嘛，哈。我唔知，对不对？我唔知。对呀。我三角内裤跟四角内裤，你都看到呀？好，这个焊。这个就是那个灯光微调。妈的！哎，没有嘞，这个是可以复原的，它这个是改这个灯座上去。所以你也不用拆灯壳，其实啊，可是你不能换灯泡了、啊。你换灯泡，它只有一芯，它没有办法装用，它就没有远近灯了啊。这个是它可以远近灯的话，就是因为它有电磁阀。嗯，什么叫电磁阀？就是给它远灯的电给它，它的电磁阀就翘上去，所以它的近灯都是很亮的，远灯近灯是靠那电磁阀下去翻转的。啊，怕漏水都搞搞这里嘛。冷气胶啊，它是不会干的啊，九泰山的太干了。为什么？它、啊、这样就可以慢慢拔了。这个这个都要拿掉。这哇 ，HID 的灯泡、啊。这个也不要。它、啊、做嘞，它是这样哈。我跟你讲，它的原理是怎样的？它先会把这三个拆掉，啊，反正就在办公室都好了。好了。走。它是这个拆起来之后，好，它有螺丝转进去，它那个座啊，好，这个座插进来，一个像螺帽一样转紧，它就卡住了。嗯。芯就是这个洞很小。嗯。所以你。HID 的那个刚刚那个就是用，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
H3 吧，应该是 H3 H4 那个，就灯号的型号的代号，这样起来了嘛？这个是座嘛？这个对，这是勾电灯泡的座。啊，为什么要拆这个？你看它这个是这个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螺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转开它就掉进去了。可是掉进去拿不出来嘛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点，就是这里，我要把这个跟这个分开。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那个布盖起来，有没有？切割机？没有没有，盖起来。我表演大威魔术，把它提出来，然后就好了，对，就好了。哇塞！哎，这个 S 棒啊，不是拔这个就开了哦，它是有锁，它是这个跟这个锁在一起。这个马上拿掉，我们没带工具。好，这样表示那一个也可以拿下来了。等一下就是要一起一颗一颗来。如果你要拔开啊，你看这个都这个、也是扣子。对吧？这是扣子，可是这个应该已经没用了。可是还是要用啊。不是啊，它已经都打胶打进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第二次就会更难用了。还好啦，不会啦。好，我去拔另外一个。太好了。有劲不？第一盖不要，第二盖就劲了。然后还有这个啦，这个比较，这个要想办法把它弄掉。那个是硬的。这个是塑钢土，它这个是一个好处，就是类似像纸滑一样，粘住它就不会这样转，是吧？震动转的变爽了，到时候这样整颗这样摇，哇，就像泰山的什么东西一样，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没有啦，等下去找个东西，我要去找材料了。你要去找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找，不要布了，我弄个箱子把它装起来，打开就好了。啊，打开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确定？哦，盖个布啊，念个咒语啊，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操啊！哦，这样就好了。按那边修可以吗？那是不要修啊。我讲这不会啊，你看它还是吹上来啊，你看分头进行了、啊，没有用的啊，多出来的东西都把它弄掉。等一下这个也把它拆掉了吧？因为他说有时候他切圆灯怎样，它会熄火啊，这样好可怕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大灯跟会熄火这个，我觉得是蛮奇怪的。可是他做大灯就会这样，他平常不会，点大灯就会，对啊，很可怕，还晚上熄火。啊，我等一下会帮他再量一下发电机跟电瓶啊，看是不是这个的因素啊。啊，是公里高速公路上，他不小心闪个灯，他不会就可能啊，就哎呦，好危险哦。对啊，好，不要了，拔掉了。小猫，哇，这个连猫，可惜哦。哇，那这关进关嘛，两。对，好了，要吃手扒鸡啊喂，乖不？修。哦，修啊无，免惊修够好，修一轮弄你啊，你知道？它本来是什么胶？非常屌的，就是我们刚拿那不会干的胶。不会干的胶。对啊。哇。啊！你想要粘回去，这不是搁爱弄？喊我修都把粘两下，其他不太会漏了。今天就是要把这个拿掉，这个鱼也拿掉啊。这怎么拿？它本来是用锁的啦，哇，这里、個，但是这嘛就麻烦了，伊都搞这啊，这里刚要掉，这 A B G 也用塑钢土，塑钢嘛，钢就是钉嘛，不涂的是涂嘛。钢门我就钉。肛门 AI 是夹断。好了，我去拿工具了，不要看你打比赛啊。我好大机哦。就直接做啊！这是一个，这个用个垫片啊，你无？哦，看提不出来。好麻烦啊！他为什么要弄那么麻烦？啊，不变来收钱。哦，出来了。有无？这样就没事了、啊。这样就好了。这就好了、啊，等一下把它擦干净。他就装这一颗了。吼、哦，不稀烂的啊！当然我装两颗啊，哈、啊，科比语言。哎，看到这样变。钢铁，钢铁，大量嘛，大量，你就对，对，卖工作，大量听下就臭，你讲对还要嫩你，哎，反正做一斤啊，走路，错晒，啊，好了，这样就好，就这样，可是它原本的线呢，它少了一个弹簧，啊，弹簧没拉走，把给那个熊麻烦，这不是较大的困难，可以弄赶快，好了，我去锤台把，好吧，你的。哈哈哈！啊，叫我，恰像这样了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我们就这样直接拆了。铁啊，灯泡。哎呦，就这样。不要，这简单的物件了，弹簧、螺丝。哇，起来了吧？哦，
我想说这个很神奇的螺丝就要捡起来，锁住啊，勾住这样而已。嗯，锁这个啊，这个螺丝孔。嗯，啊，锁给那里啊，但是吼还是有差一点点呢、啊，这样锁俺那里啊。啊，把它夹住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啊，螺丝。啊，不会弹出啊？不会啊，弹出来我不懂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就两条、啊。你怎么啦？就两条。你那个姿势很不能播啊。啊，现在下地野啊啦。哇，等一下呢，卡住了，就这样下去嘛，勾住卡住，这样就不会动了。我去摸一下，熟了没？杰森，你要几分熟？要拔了，要拔了，要拔拔底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吗？为什么要拔底下？人家丑了没人看到啊，放在胸外，无人知啊。你要先直接粘起来。先放啊，啊，韩国烧甲起断去啊，韩国烧甲剁断去，爱倒啊。真的很像那个汤阿哥。汤阿哥啊，今天规工算这个就好算诶。这个也是缝合手术啊，现在这时阵就爱用，食手扒鸡拢爱刮手头嘛。哇塞，非常的温暖。啊，这下紧来去搜索诶，东西来咧。系啊，哇，这样就是今天弄来做等于安尼对吧？对。别再戴套啦，知道吗？我习惯无套。对啊。他那个胶啊，去太阳一直晒，一直晒，一直晒，伊就蛮硬皮。可是你无去啊，白袂开去啊，所以还要东西啊。我叫你用胶打下去就好了啊。有些车没有这个螺丝，可是你会怀疑说啊会不会开？其实不会，因为它有一个铁扣这样扣住这样而已。嗯，比如说像铁罗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点击它是用那个铁片刺的。好了，这样就一颗了，这样就完成一颗了，耶！来，走，赶快再用第二个。啊，套子还是要带啊。第二次。啊，就这样了呀。放进去应该还不用吧？放。什么东西放进去？好、啊，什么、啊？我说灯啊，放进去不用啊。老板，你机好了没？好了，全熟了嘛。是。哇塞啊，超会打野。欧野，欧野超会打野。哇，啊你修的雷啊，你看哇，雷啊定位孔爱准，拢爱雷这个坑，啊这个高雷，哇，这本来就会对到。可是你还是要确认啊。对吧？啊，这就是拢伊原底就放了无好啊！好，我重申一次哦，原底就用了无够伊水啊。其实我如果弄的话，上面应该你应该看不出来、嗯。如果是我在弄的话，因为我是拔下面，上面一定不能拔。只有从下面开始拔了。对啊。好，去说裸机说说人对吧？不说。啊，好吧啦。OK 啊，完成了啦，我们就把这个取出来了。好，我再跳一下，就啊拿出来了。刚没有跳啊，刚忘记跳，补跳就好了。跳一下，咚回来了啊。Okay. 好，拆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一直是倒计掉了。哦，就把它拿出来而已，就这么简单，把它割开嘛啊，拿出来。其实我是这样布盖起来，之后就把它取出来了。然后啊，那如果我有这种这么厉害，有没有？我就不用在这边了，我就表演就好了。其实不是啊，就把它刚。看 VCR 就有了哈、啊，把它打开取出来，对，要把灯泡装回去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喜欢的人可以来索取啊。哦。啊，不负责安装，送给你们没关系，这个不会啊。粗又短。粗又短、okay 啊、对，哦，很粗啦，可是哎、欸，还真的很短。嗯。啊、好啦，喜欢的记得一样哦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啊，我才可以目的目告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。要不要赌？赌啊！我赌都不会亮。赌啊！赌咖啡。啊，赌咖啡啊，哦、小灯，哎呦，大灯，有没有？远灯，有没有？远灯，哎呦呦呦，对啊，再来方向灯，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啊，那个就变成最原厂的而已啊。啊，都有。对啊。啊，错赛，有没有？欠你一杯咖啡。你们可以过一边去。好、哦，哇，这边。谁啊？你讲。对拍。对拍。小七啊。小七啊。
配合上了。嗯，对到了。对哪个？嗯，无啊，还有还有无啊？这个要卡进去吧？没有啊。这个要卡进去啊！哦、你吧，你这样卡进去啊？无啊，无弄啊。啊，这个啊，哇塞，太脏，这个叫太脏话一点点。